啊，就是那个光头。你原谅我就是这么直了啊！哎，你好，你是这里教练啊？哦，这打五十真的亮啊！我们打一局，就你那个技术，我用脚都能打晕你。是啊。这小子怕是不知道我们教练的厉害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哇，厉害！好球啊！ 我已经刚打完了吧？我开始有点慌了。打得过吗？啊！我打不过，肯定打不过。烦死了！哼！这傻小子肯定打不进，应该是碰运气进球的。啊、我他妈来了！ 可恶，又没打进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哎，我不是走了狗屎运？你来骗我们教练了是不是？哪敢骗你们教练？你看这个球都打不进，好球啊！ 哇，厉害！哇，这个，我可能天赋比较高啊。我赢了啊！所以你球打得这么慢，我想跟你学球，多少钱都没关系。啊，你跟我学啊？啊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